大家聊聊那头骨吧。此来时间是这场的面前。你们还有别讲证据，您觉得是谋杀？怀疑有什么用？没有证据。自从化验骨工底挖出了头骨，你的心情就越来越奇怪。看看吧，怎么能让逃犯混进公安队？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我。我杀了他。你在行使你的正义，实际上你做了最大的恶。 他打电话给我，说有重要证据给我看，然后就出事了。没有证据之前，怎么怀疑都没用。所有的桥都是精心布局。有证据放我走，没证据放我走。 没证据就要找证据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案件里没有关键时刻线索就没了？一个杀人的时候。